日落尤其温柔，人间皆是浪漫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落日温情。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，结婚前一月，未婚夫出差，准公婆专程从外地赶来参礼。为表心意，我带礼物上门拜访，却在门外听见了惊天秘密。我当场通知所有人婚礼取消。隔天，我一举动让他全家傻眼。男朋友发来消息。 宝贝，我把房卖了。我皱了皱眉，有些不解。毕竟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，而且在此之前，卖房这个问题没有任何征兆。于是我询问：“为什么？”男友发来大段解释，总结下来就是：房子现在不保值，而且还在不断贬值，但钱可以用来投资，钱生钱。再说了，我们马上就是一家人了。 一个城市两套房子，多浪费啊！看到他的话，我顿了顿，多问了一句：“你房子卖了，结婚后我们住哪里呢？”男友发了个咧嘴笑的表情：“宝贝，你不是还有一套吗？我们结婚后住你那儿就行了。”我感觉有点不舒服，关了对话框，静静思索。我和男友是朋友介绍认识的，恋爱前就交了底，在这座城市。 我们彼此各有全款车房，父母都在外省，未来我们都会在这个城市发展。本想着各方面都相当，是最适合的对象。恋爱一年来，感情也稳定，于是顺利的订婚，并且即将在一个月后结婚。没想到男朋友会在结婚前一个月，没有任何商量，没有任何预兆的把他的房子卖了。我觉得应该要理解他。 毕竟那是他自己的房子，但是又总感觉隐隐不得劲，觉得内心接受不了。于是我给之前一个不太熟的律师朋友发了消息，一通介绍后，朋友第一句问我：“你确定他真的有房子吗？”我肯定的点头，我看到过房本的。朋友第二句话说：“那你看到过盖章登记了他姓名的产权证？看样子是真的了。” 我正要点头，却突然一惊。我其实是没看到过他的产权证的。男友给我发过他的产权证，但是只拍到外面的壳子，并没有拍里面的内容。见我不说话，朋友又说：“他平时投资怎么样？”我皱了皱眉，没怎么听说他玩投资呢。朋友又问：“平时赌博吗？或者有外债吗？”我摇了摇头，没听说过。 朋友顿了顿，终于发来了一句：“没听说过，不确定。”你们都要结婚了，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？我抿了抿嘴，因为羞于谈论金钱，所以除了第一次见面时介绍各自的情况，再也没有谈论这些情况。见我答不出来，朋友叹了口气，说了句：“其他不说，结婚主动要求去女方家住，确实不太常见。” 最后提醒了一句：“平时我们看的有点多，也不是故意乱揣测，多的也不好说。你自己可以多观察观察。”我觉得朋友说的对，毕竟我之前也从来没听过谁这样。于是我翻遍各个社交平台，最后在知乎狗了一夜，终于还是忍不住决定试探一下他。我特意平静了两天，然后给男友发去消息：“宝贝，我想了想。” 觉得你说的对，现在的房子确实不保值。男友立即回复：“是的，是的，宝贝，还是你懂我。这两天你都不理我了，我还以为你生气了。”然后发了个亲吻的表情包。巧巧，你真的是全天下最好的老婆，都是我误会你了。握着手机的手顿了顿，我再度发去消息。不过结婚的话，我们得租房了。 男友发了一个疑惑的表情，然后说：“租房也没关系，你那套两室的房子确实稍微小了点，以后有了小孩是不太方便。巧巧，你是不是想把你那套房子出租，然后用租金来抵房租啊？”我发现，当我从情感中脱离出来的时候，人就变得格外清醒，对利益的得失也会变得尤其敏锐。 以前我觉得自己是个独立女性，完全不恋爱脑，所以我吃自己的，用自己的，收个礼物还崇尚回个至少同等价值的。可这一刻，我却觉得自己傻极了。我的租金用来抵房租，我都不知道这个话他是怎么说出口的。结婚，我是不想继续了，但我倒要看看他到底还有什么样的状态是我不知道的。 于是我调整好心情，用轻松的语气回复消息：“没有了，你不是说现在房子不断贬值了吗？我考虑了这两天，也看了看房市，很认同你的观点，所以我也把房子卖了。”没想到话才刚发出去，男朋友的电话就直接打了过来。一接通，对方语气急急忙忙，还带着一股难以置信：“林巧，你把房卖了？” 是啊，我压着情绪平静的回答。这么大的事，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？男友直接炸了，话里话外透着指责。而且你把房卖了，房没了，房租也没了，以后我们结婚住哪儿？对面传来几声急促的深呼吸，才压下情绪继续说：“别闹，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，赶紧取消交易。”说实话。 听到他的话，我气笑了。我想过他的做法，可能是想通过某种方式算计我，或者往好了想，他是真的觉得房子不保值了，想要把钱握在手中。但我怎么也没想到，他耐够把这么无耻的话说的这么理直气壮。我装傻，没有正面回答，只是疑惑的继续用他的理由回答：“怎么了？手上有钱，咱租房就行了呀。” 说不定我们钱生钱，能赚到更多钱呢。男友不耐烦的声音响起：“你会投资吗？”大概意识到自己情绪不对，他轻咳两声，再度开口：“宝贝，我是想说，咱俩在这打拼，后半生也在这定居了，我们总得有个家呀。”说着，语调越来越温柔。“再说了，以后我们孩子读书也是需要用房子来落户的呀。” 你房子的位置在市区，又是不错的学区房，乖，咱得自己留着。宝贝，你这两天手续肯定还没办好，咱终止交易就成了呀。男友的话咋一听没什么毛病，市区学区房真是好，但他似乎忘记了，他的房就在我的邻近小区，市区学位房的优势我有的他半点不少。 而且，因为辖区划分的原因，他所在的小区是更加上好的学区房，因为孩子可以就读的学校名气更大。他的话自相矛盾了。我突然间感觉有些疲惫，草草应付几句后，男友在电话挂断前再次强调：“宝贝，要上点心啊，快些处理好。”我企图探寻一下真相。 所以去找了当初介绍的朋友吃饭，宴席间好友提到：“林巧，恭喜你和袁绍啊，马上就要结婚了。”我顿了顿，笑着说：“是啊，那么凑巧，你就介绍了我俩认识，又那么凑巧，我们就要结婚了。”好友一听，神神秘秘地笑了起来，露出一种“我有秘密，你快问”的表情。 见我只是继续招呼着他吃东西，没发问。过了会儿，他终于忍不住得意开口：“告诉你一个消息，袁绍那小子啊，其实早就一颗男子芳心暗许看上你了，求着我给他介绍的。”我心头一动，按住心头急促跳动的情绪，挑了挑眉，像是勉强配合着他表演似的，露出一个微笑，应和着：“是吗？”见我这表情。 好友将手中的筷子一放，然后盯着我说道：“嘿，灵巧，你可别不信啊！本来吧，我原本也是答应了袁绍不告诉你的，但是吧，我觉得那小子就是闷，不会表现。明明早就喜欢你喜欢的不得了，偏要在你面前装出一副相敬如宾的样子。”这时，我脸上终于露出了几丝感兴趣的表情，喝了口清水。 轻声反问：“哦，是吗？”好友一拍桌，兴奋起来：“那可不是！当初啊，他在我朋友圈看到你的照片，非缠着我，偷偷看了你的朋友圈。当时我也以为这小子就是一时兴起而已。嘿，你猜怎么着？”我没回答，只笑着看着他。他也不用我回答，径直说道：“没想到又过了三个月。” 这小子就偷偷买了房和车，然后找到我，求我介绍你们认识。我当时还特别惊讶，问他怎么突然要介绍了。我记得很清楚，当时他说：“林乔怎么优秀的女孩，我要是不努力一点，怕是一点希望也没有。”说完，好友就哈哈大笑了起来，然后继续说：“所以吧，这小子真是个闷声干大事的。他对你……” 是真爱呀、啊，所以对于第一次见面，袁绍从一开始就是谋划好的。我脸上笑得开心，带着略微吃惊的表情，表示真没想到啊！袁绍平时的反应，我还以为他是觉得年龄到了，各方面两个人也合适，才和我在一起的呢。听到我的话，好友不太赞同：“林巧啊，你可不兴这么误会袁绍啊！”我就说那小子。 做了也不说，别人哪能知道他的付出的？我看呐、啊，我今天说出来才是对的，要不然你还不知道误会他到什么时候。说完，好友就再次祝我们长长久久，幸福美满。我笑着和他干杯，敛住神色，然后偷偷将杯中的水倒了些，心中默念：到了碰杯酒，接收祝福，随他走。第二个地方。 我去了男友房子在的小区，这个楼盘就是一个普通小区。为了增加房子数量，小区的其他配套设施如绿化、休闲娱乐场所都很简陋。其实我总共只到了这里几次，因为自己有房，习惯了独居生活，加上我爸妈一直强调结婚前让我们保持点距离，所以我也不太过来他家。 很偶尔的到他家来坐坐，也不太会在他家楼下闲逛，毕竟真的很没有逛头。相比而言，男友很喜欢去我家找我，经常一待就是一天，快休息了才依依不舍的回来。抬眼一看，八栋九零六，不知不觉间我就坐着电梯到了袁绍的家门口。摇了摇头，恢复清醒，我正要坐电梯下楼时，房门咔嚓一声。 开了，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小姑娘，一副家居打扮的样子，急着脱鞋，提着垃圾走了出来。见到我，还热情的打招呼：“你好，你是旁边的邻居吗？”我想我的表情并不太好看，因为这个从袁绍家里走出来的女孩子，我并不认识。任谁发现自己被戴了绿帽都笑不出来，可我还是强迫自己扯出一抹笑。 答非所问，我之前好像没有见过你。小姑娘像是没看出我的不自在，依旧热情的回答：“是啊，我才搬来的，以后多多关照。”才搬来？哦，对了，男友说他的房子卖出去了，原来这么快就交易成功了的吗？轻轻呼出一口气，我和女孩子敷衍了一下，就赶紧走出了电梯。 小区的公告栏贴着各种房屋出售的消息。曾经，我对这些不需要的垃圾信息一律都是忽视，压根都不多瞧一眼。可现在，我在这繁多的图文小广告里细细搜索，试图发现点什么。终于，我发现一条房屋出售的消息里贴出的图片就是男友房屋的图片，但小广告里面的联系人称呼是赵先生。 电话也与男友的电话不同，握着手机良久，终于我还是拨出了这个号码。喂，你好。电话那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声音。你好，赵先生，我看到你在锦绣小区有一套房出售，房间还挺好看的样子，可以现场看看房吗？对方略带抱歉的表示：不好意思，房子这两天刚刚卖出去。 你是看到小广告了吧？我还没来得及去撕那个小广告，真是抱歉。在和对方客套两句后，我再次问道：“对了，刚刚我好像听到小区里有人说八栋九零六也要卖房，但我好像没有看到什么消息。你们同事业主，有看到什么联系方式之类的吗？”男人哈哈笑了两声：“就是我家呀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” 那打扰您了。说完，我就挂了电话，一路回家，一边试图将事情捋顺。这两天我并没有怎么和男友联系，平时两人也不是那种联系特别紧密的，每天闲聊几句，大家都懂对方忙，也没有那么多热热烈烈的情绪，所以这会儿也并不显得突兀。没想到刚到家坐下，男友就主动发来了消息。 宝贝，怎么样？处理好了吗？看着消息，我思绪有些混乱，忍不住和以前对比。他什么时候对我这么上心过呢？我仔细回忆了一下，好像并没有。我们感情顺利，但其实更多的是平淡。彼此之间都比较佛，相处之间都很注意分寸。对于对方的事情，我们偶尔会分享建议，但从不会干扰对方的决定。 所以他卖房没和我讲，我虽然不舒服，但是也没法做出什么对他发脾气的事情。可现在他过界了，连让我情绪稳定的作用都没了，这段感情是真的没有必要了的。我收了些心思，回复不行了，还是得卖。为什么？我慢悠悠的拿了瓶酸奶，一边喝着，一边思索着回答。因为之前签了合同。 我不懂那些，违约要赔付的资金太高了，不划算。有多高？男友的消息回复的很快，似乎专门等着和我聊天。微微思索，我回道：“十万，怎么这么高？”我当时想着，本来都打算卖了，所以对于违约金也没太注意。男友回道：“可以不执行吗？不行，咱就打官司。打官司可能也打不赢。” 而且律师费也不低，一般是以约定金额进行赔付的。我去问问。说完这句，男友的消息就消停了。我瘫在沙发上，感觉有些累，脑袋却非常的清醒。最近的事情不断的在我脑海里打转。晚上十二点，男友打来了电话，我看了看时间，关掉声音，没有接。 可紧跟着，第二个、第三个电话就打过来了，似乎有种不打到我皆不罢休的架势。我好不容易有些迷糊的状态彻底清醒了，接通电话，男友的声音传了过来：“巧巧，我帮你咨询了一下，因为约定了违约赔偿金，所以胜诉的可能有点低，而且律师费可能也要上万了，确实不划算。”我低声应着。 不过我这边正好有个朋友带我做投资，要不你也一起吧？男友又开口。不用了，我不会也不想碰。现在十二点了，我困了，要睡觉了。哦哦，是，那你睡吧。说着挂完电话，我却是又睡不着了。又过了两天，早上男友打了电话来：“宝贝，昨天我爸妈知道我卖了房子。” 把我狠狠骂了一顿，他们说我一点儿也不知道轻重，还骂我哪有人结婚没有自己的家的。我想了一夜，觉得他们说的对，我们好歹也要结婚了，以后大概率也会在这安定下来。不管怎么样，有个自己的房子就等于有个给自己遮风避雨的家。我静静听着，嗯两句表示我还在听，但没有搭话。男友喜气的声音响起。 所以，我决定再去买个房子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挑了挑眉，敷衍道：“挺好的。”听到我的回答，男友是吗？你也觉得好吗？那我们今天就去看看房吧。只不过，男友话音一转：“只不过我了解了一下民法典，为了让你更有安全感一些，买房我们双方各出一半吧。这样，我们份额各占一半。” 万一以后我们之间的关系真有个万一，也不会让你吃亏。没听见我的声音？男友再次询问：“宝贝，你觉得怎么样？”“我觉得怎么样呢？”“我觉得很不好。”于是我开口：“我们分手吧。”“分手？”男友的声音提高，透着一股不可思议。没等我回复，他气冲冲道：“灵巧，你是不是在外面有人了？” 这话直接给我气笑了，我甚至不明白为什么我说分手，他想到的不是这段关系出了什么问题，或者他做错了什么，而是我做错了什么。我喝了一声，决定打直球。袁少，我去了锦绣小区八栋九零六。说到这，电话那头的传来一道急促呼吸。我接着说：“那个房子卖了。”电话那头一阵放松的呼吸。 然后笑着说：“我不是早就跟你说了卖了吗？你还特意去看了。”然后有些指责的开口：“你什么时候这么疑神疑鬼了？”“我疑神疑鬼，就是我以前了解的太少了，才让自己陷入这种困境。如果我决定恋爱之前，就把双方的一切全部开诚布公的拿出东西，一点点谈开，怎么会有现在的局面？” 人在遇到一些事后，是真的会变的。就像以前，我崇尚成年人看破不说破，好聚好散；而现在，我却选择直接打破砂锅说到底。没有理会对方转移的话题，我继续开口。很巧合的，我遇到了新房主和老房主。无视对方突然消失的声音，我继续说着：“房子不是你的。” 五秒后，对方怒气的声音传来：“林巧，你查我是那房子确实不是我的，但是你以为我买不起房吗？而且我对你这么好，以为你是不同的，没想到你和其他女人一样物质。”破防的男友并没有让我觉得难以接受，这一刻，我居然感觉到一丝诡异的解脱感。 我点了点头，想到电话那头的看不见又开口：“嗯，我是物质，你不物质，所以我们不合适。”被我的话噎住，好半想男友才开口：“林巧，你不要开这种玩笑，我们只有半个月左右就要结婚了，家里的亲戚都通知好了，现在你说分手，你让老人家的面子往哪儿放？”说着说着，他仿佛底气渐深。 轻笑一声，况且你今年已经三十岁了，除了我，你还能嫁给谁？又能嫁个什么好人家？林巧，别闹了，别搞得大家脸上都不好看。况且，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选择我吗？不就是因为家里催婚，你需要结婚，我刚好出现了吗？再说了，我让你在你家里做足了面子，你还有什么不满的？ 见我没说话，他大概以为我已经被说服了，换了个语气哄着：“宝贝，再说了，房子嘛，咱又不是买不起。我刚刚不是说了吗？我们俩一起买一个，这不就成了吗？”不再跟他多说，径直挂断电话。男友的话扎心反感，却也勾起了我的回忆。大学毕业不过一年，当初让我不要校园恋爱，毕业也要拼两年事业的妈妈。 开始不经意地问我有没有人追我，后来眼瞅着二十五六了，我还没有动静，我妈有些急了，让我对自己的人生大事是多上点心。一晃二十八岁，我妈花式催婚，不断地给我安排相亲。我总想着结了婚就好了吧，所以二十九岁那年，我认识了袁绍，和他谈起了恋爱。 我有些发愁，和袁绍分手就意味着我结婚的事再次化为泡影。而且，毕竟结婚已经人尽皆知，不结婚了我自己倒是无所谓，可却是把我爸妈放在火上烤。向公司请了两天假，我决定回家一趟。巧儿，你怎么这个时候回来了？之前不是说要结婚前两天才回来的吗？到家的时候，爸妈正在做晚饭。 看见我，他俩显得非常惊讶，可脸上透露的惊喜却怎么也挡不住。看着他们，我有些不知道怎么开口跟他们说。好在他们也没等我回答，我妈脸上扬着笑：“吃饭了吗？肯定还没有吧？我多煮点饭啊，等会让你爸给你炒几个你爱吃的。”“嗯，好。”我点了点，放下东西，已在厨房门口看他们忙碌。 两人之间分工合作，一举一动之间透露出的都是熟人和配合默契。我不禁在想，关系处到最后，所有人都会成为亲密亲切的合作伙伴吗？恍然间，我并没有注意都父母之间交换的眼神。饭桌上，爸妈不停的给我夹菜，说我在外面都瘦了，让我多吃点。饭后，我妈把我爸撵到厨房去洗碗。 拉着我在沙发上坐下，随即厨房传来轻微的水流声。听这声音，我都猜到我爸在偷听。他平时为了不浪费水，都是一次接一盆，才不会一直留着水洗碗。我妈主动开口：“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？和袁绍吵架了？”我抿了抿唇，认命般开口：“我和他分手了。”我妈握住我的手一顿，缓了缓才开口。 是有什么事吗？袁绍做了什么不好的事？他压根就没有房子，他那个房子是假的。不仅如此，前段时间他还告诉我说他的房子卖了，是我去看了看才偶然发现的。我低着头概括着，等着他们的训斥。我妈想了想，虽然我们也并不是非要找一个有房的人才行，可是他骗人，这首先就是他的不对。相处一年了。 没有主动和你坦白，还等着你自己去发现，这不妥妥就是骗婚吗？我的天哪，这也就是你发现了，没发现的话，谁会知道他心机这么重啊？再说了，为什么要骗人自己有房子，营造出有房的现象，又是为了什么目的？天呐，天哪，我都不敢深想。我妈声音越抬越高，从语调里都能听出来她的吃惊。 听到我妈的话，提着的心放下来大半。什么？那个臭小子居然是个骗子！我爸厨房水也没关，径直冲了出来。分，分的好！我爸的话让我的心瞬间落地，一时之间眼泪竟也不自觉地滴落下来。别哭，别哭！两人忙着给我递纸巾，一边递还一边骂：“这都什么人啊？”这这个时候发现。 真是不幸中的万幸，可我抬起被擦得红彤彤的脸，可是通知了亲朋好友喝喜酒怎么办？我妈一巴掌拍在我的肩膀上，嘿，这时候还考虑什么喜酒啊？暂缓送个份子钱，少了别人大出血，他们可偷着乐吧。就是就是，我爸附和道。听到他们的话，我一下子就笑出声来。爸妈对视一眼。 不着痕迹的松了一口气。过了会，我妈才开口：“巧儿啊，其实你们分了也好。我看你这一年啊，哪有什么谈恋爱的甜蜜欢快呀、啊？哎，说着叹了口气。我常常和你爸说，是不是我把你逼得太紧了些，才让你勉勉强强找了个男人凑合？想找你谈谈吧，又觉得自己也没脸说。看你对婚姻这种听之任之的态度，我难过呀。” 巧儿啊，分了好，分了以后遇到自己喜欢的再谈。我和你爸虽然是希望你早点成家、结婚生子，但我们更加不希望你过得不开心。万一以后离婚，孩子也遭罪啊！我妈将我掉落在眼前的发柳别到耳朵后面，继续开口：“我们呢，还是希望你以后能过得幸福，找个你喜欢也喜欢你的人，两个人不用多轰轰烈烈。” 温馨平淡的相伴到老。嗯，我爸在旁边附和着点头。爸爸妈妈，我一头扎进我妈的怀里，哭得稀里哗啦。成年人的情绪来得快，过得也快。哭了没一会儿，我就感觉自己这么大个人了，在爸妈面前哭得好尴尬。磨磨蹭蹭的抬起头，就看见我爸抬着双臂，眼睛眨呀眨的，似乎没反应过来。 我疑惑发问：“爸，你抬着手干嘛？”我爸这才突然回神，眼神飘忽了一下，正要说些什么的时候，突然跳脚：“啊，我的水，我的水费！”说着就赶紧冲进了厨房。我的水费，浪费了，浪费了，都是钱呐，都可以给宝宝买个烧鸡了。在家睡了一晚，再吃了个中饭，就要赶车回工作地了。 我妈拉着我的手叮嘱：“巧儿，你只管好好工作就是了。亲朋好友我们会通知好的，不过你自己在外面要小心一点啊。袁绍这个人平时我们也不太了解，再加上连房子这个事情都会骗人，难保他的性格不是假装的。他又知道你的住处，你一个人在外面真的要小心啊。”听着我妈的话。 我是真的觉得他说的对，袁绍这个人，通过这几天的事情，才发现他并不是我以为的温和有礼的模样。再说他还有我家的密码，要是真怎么样，以我的力量，我是没有胜算的。于是，我直接联系了中介，让他们把我的房挂出去。好在，这个房是我之前小小发财了一笔买下来的，这些年手上一点点存了些余款。 卖了现在的房子之后，正好可以凑凑买个更喜欢的楼盘。而我提着行李去了酒店。第二天，袁绍在公司门口拦住了我：“林巧，你昨晚去哪里了？我在你家里等了一夜，你也没回来。”他的声音很大，来来往往的人像是嗅到了八卦的味道，本来赶路的人都放慢了脚步。我皱了皱眉：“跟你有什么关系？” 你凭什么不经过我的允许就进我家？哼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说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是你老公！我抬手制止：“打住！我们既没有办婚礼，也没有领证。你是哪门子老公？况且我们已经分手了，我们的关系顶多是前女友、前男友的关系。分手。”袁绍不屑地挑眉笑了一声：“我同意了吗？” 我没同意，就是没分手。我盯着袁绍的眼睛，看着他脸上完全不再掩饰的无赖，再一次重新认识这个人。我平静的开口：“分手是通知，不是询问。不管你同不同意，我通知你，我们已经分手了。”大概是见没有挑起我的情绪，他在开口时充满了气愤。所以你就这么物质吗？我不过是说买房子。 我们各出一半，你就要和我分手？半点不顾及，半个月后就是我们的婚礼吗？他可真会说话，这个时候了还不忘在避重就轻立人设。我轻笑了一声，大声开口，瞄定目标：没房的人营造有房人设，怕被拆穿，又骗我说自己把房卖了，最后告诉我结婚没房就是没家，让我和你一起五五分买一个新房。 袁绍，你是把人都当成傻子吗？还是你觉得女人都是重感情的？只要结了婚，一切都是好说的。又或者说，如果不是房主决定卖房，其实你租一辈子、装一辈子也是没问题的。我，袁绍的眼睛眨了眨，我还不是因为太喜欢你了吗？要不是有房这个条件，你这么挑剔一个人，会看上我吗？像是越说越起劲。 他强调，况且我们完全可以将之前的事情一笔勾销。现在我们又不是买不起房，你还有什么好计较的？见大家都拉长着耳朵，光明正大的偷听，我再度开口：“我有说过我要找个有房的吗？况且，原来你也知道，你自己除了一个假的有房人设，是真的没有别的魅力啊。谈个恋爱而已，还要假装人设，你不累吗？” 袁绍脸色极度变幻，我一度以为他要动手打人，却见他转身走了。中介很快通知我的房有人看上了，需要上门看看房，没什么问题的话就定下来。约好后，我和中介带着一对小情侣一起去我家。一开门，一股浓厚的烟味和难闻的气味袭来，沙发、茶几上和客厅地上摆着好多外卖盒。 烟头和酒瓶，小情侣进门的脚步一顿，我连忙道歉，顺便解释：“抱歉，抱歉，这个房之所以要卖，就是因为我的前任一直要骚扰我，这几天我都不敢回家，不知道他把我家搞成了这样。不过你们放心，这个门锁是可以换的，我只是不敢一个人上门，所以才没来换。你们可以看看其他地方，除了这里乱了些。” 其他的设施设备都是没问题的。听到我的话，两人对视一眼。女孩子开口：“姐姐，你放心，我们不会被这个场面劝退的。”两人在各处转了转，试了试水电，检查了一下家具，点了点头：“姐姐，我们觉得还可以，就是看你能不能优惠一点点。”我想了想，房子放在这里，我也是不敢住了，不怕一万。 就怕万一，眼瞅着买房的小情侣也很和气，于是我笑了笑：“少两万吧，多的我也是优惠不了了。”听到我的话，两人脸上溢出显而易见的惊喜。那谢谢姐姐了，您看什么时候可以签合同？现在就可以的。我也笑起来，合同走得很快，毕竟这个房子位置、价格都很优惠。 他们大概是怕我反悔，签合同、走程序都很积极。很快的，房款就全部到了我手上。这个承载着我努力工作买房的记忆，正式成为了曾经。袁绍的骚扰断断续续，却从未停止。黑名单里全是他打来的电话和发来的短信。短信里，他时而骂得极其难听，时而不停忏悔。 时而说自己努力过，现在要放下了。直到那天买房的小情侣给我发来消息，说他们搬进去的那天，门外传来了砰砰砰的砸门声，他们隔着门喊话，才知道那个人是我的前任。于是他们告诉他，房子已经被他们买了，要是不信可以问物业。但是再来骚扰他们就要报警，人才走的。我感谢了对方几句，果然第二天。 在公司门下再次见到了袁绍，他依旧打扮的光鲜亮丽，拦在我面前，神色温柔。宝贝，我去买个房就是了，我们结婚吧。我后退一步，摇了摇头，不了。他急急忙忙跟进一步，宝贝，我们的问题不就是一个房吗？我去买一个就是了，就让这个事情过去吧，好不好？看着他进，我就再退。 盯着他的眼睛，袁绍，你那么聪明，知道根源是欺骗，不是房子。被我看的眼神一闪，袁绍再度说道：“虽然我之前是不对，但是我是爱你的呀。要不然的话，我也不会把自己搞得这么卑微。”林巧，我们在一起这么久，我爸妈都很满意你。跟谁谈恋爱不是谈，跟谁结婚不是结婚，车房钱谁不是慢慢拥有的？ 以后再遇到的人比我更差呢。我晃了晃手机，再度一退，保持安全距离。再骚扰我，我就报警了。毕竟和谁结婚不是结呢？如果是个有案底的男人，那情况呢？你袁绍见我油盐不进，再次走了。再度见到袁绍，是在曾经那个给我们介绍的共友喊吃饭的饭桌上。 刚走进包厢，就见到他俩坐在那聊天。见到我，两人自然的打招呼：“来了呀，快坐。”我直接扭头就走，打算之后给共友打个电话解释一下。两人却追了出来，共友拦住我：“哎呀，林巧，你这是怎么了吗？我都听袁绍说了，都是一些小问题，谈开就好了吗？”我不可思议的抬头看了共友一眼。 无法想象，这是了解了事情之后的朋友说的话。小问题，我气笑了。从头到尾都是骗人，也是小问题。共有瞥了袁绍一眼，然后才叹着气说道：“我也已经骂过他了，但是他现在也已经买了房了，算是找不到位了。看在他这么舍不下你的份上，你就再考虑考虑吧。”我看了看他，又看了看袁绍，当着食客和服务员的面。 我开口，你知道我之前自己也是有房子的，你难道也觉得我在意的是有没有房子吗？共友还想开口，我又再次说道：况且最开始袁绍到底怎么会看到我，又怎么会看到我的朋友圈的呢？是你把我、把我们这些女生当做资源向他们炫耀了吧？见共友眼神闪了闪，我心凉了一截。你把我暴露在了有心人的眼里。 我原本也并没有想要怎么样，可你现在这些劝我的话，大概是忘记了自己不只是袁绍的朋友，还是我灵巧的朋友。我不要求你和我共情，只求你别插手，别帮他对付我。这么一点点小小的要求，也是难为你了吗？还有你，我转头看向袁绍，你是真的想进警局吗？说完，我敛下神色，转身离开。 身后传来拉拉扯扯的声音，共有低声道：“算了算了，女朋友多的是，再介绍就是了。你现在也真的买房了，不怕找不到的。这个就这样吧。”袁绍还是会偶尔给我发消息、打电话，不过毫无例外都在黑名单里。有时候他会借着别人的手机打来电话，当然听到他的声音我就直接挂了。短信里的骚扰。 有时候会说自己已经恋爱了，女朋友知书达理、小鸟依人，两人已经同居了。有时候也会问我找到更合适的人没有。有时候还会说，当初要不是我无理取闹，我们早就拥有了美满人生。每次看到这些的时候，真的很影响心情。有时候会恼恨，为什么已经进了黑名单的号码还能把短信发进来。 又过了一段时间，好长时间不联系的共友给我发来消息，说他和袁绍关系已经大不如前了，还告诉我袁绍把自己搞成了失信户。原来他后来买的房子是和很多朋友借款还有贷款凑上的，他和大家承诺，只要和我结了婚，他就可以马上还钱。不知道是他对于房子的执念太深。 还是始终认为我不同意复合，就是因为他没有真正的房子。可是我没有和他结婚，后来找的对象也都没有成功，靠他自己一个人的钱根本周转不过来。还听说他遇到有点钱的女朋友，就告诉别人这是他买的房。可有钱的女朋友根本看不上他的房，和他玩玩而已。后来没办法了，他就去找不那么有钱的女朋友。 有钱花，但是买不起房的那种，他就带着女生租自己的房，然后收女生的租金。也不知道怎么的，反正最后都没成。就这样坚持了一段时间之后，借朋友的钱一直还不上，女朋友却是换了一个又一个。朋友感觉不对劲，把他告了。可告了，他的房不仅是他自己的，还是银行贷款的，也没法转户主。 反正闹来闹去，袁绍把自己整破产了。现在不知道在哪里找了个富婆，每天打扮的花枝招展的。不过就这两年的时间而已。可现在听到袁绍的事，就像在听一个故事。我笑了笑，没发表什么评论，只说了句“是吗？我没关注他的事。”然后不再和共友多说，合不来的人做个点头之交就够了。 没必要再标榜成朋友。公司组建分公司人马的时候，我主动报了名。有人问我：“你是不是怕在这个城市再遇到袁绍？”我晃了晃头，让连日加班处理交接工作的脑子稍稍恢复清明，仔细想了想，然后才开口：“说实话，多多少少也会有那么一点点的吧。毕竟想起来还是会膈应。” 不过，更多的原因其实是我想换个城市生活。毕竟现在还没有什么牵挂，可以说走就走。而且分公司虽然远些，但是现在过去也算是升职嘛。调任之前，我回了趟家，打算给他们一个惊喜，所以也没有提前说。到家时，我爸出去买菜去了，只有我妈在家。于是我俩洗了水果，在沙发上坐着聊天。 不一会儿，门口传来开锁声，“宝宝，我回来啦！”门刚打开，我爸热情的声音就响了起来，“咦，宝宝，你在干什么？怎么今天没来门口接我？”随着我爸碎碎念的说着，很快人就走过玄关，出现在我们面前。我瞥了一眼脸色通红的我妈，又看着在看到我之后猛然顿住的我爸，挑了挑眉，“哟。” 喊哪个宝宝呢？唰的一下，两个人脸都红的像煮熟的虾子。我爸咳了一声，强自镇定：“你们都是我的宝宝。”说完，假装镇定的提着东西进了厨房，没再出来。我妈在我旁边，像是有蚂蚁咬似的坐不安稳。过了会，就找了个借口跟进了厨房。 我微微调整了姿势，就见到我妈进厨房后，轻轻扭了扭我爸的腰间，惹得我爸撒娇地看向她。阳光透过窗子洒在他们身上，两人年过半百的老人对视之间，仿佛冒,冒出些粉红泡泡。有那么一刻，我好像看到了中年人的爱情。看着看着，我笑了起来。我想，我是没有对爱情失望的。 只是比起我妈妈二十一岁遇到自己相伴一生的爱人而言，我的爱人来得晚一些而已。好了，这就是今天给您带来的全部内容了，大家记得订阅留言哦。